当爱情来时，一个字，一个微笑已经足够，因为我知道那是爱情。现在我就要告诉你我的爱情故事喽。我好想好想好想谈恋爱。谁在那边飙鬼叫啊？在剧中，因为小峰的这一声大喊引起阿 Ken 的不悦，两人起了正面冲突。从不低头认输的小峰，在此下阿 Ken 下了单挑的战书，也在冥冥之中开启了这份爱情合约。都可以，随便你选。大概阿 Ken 准备下手。为了这场两人第一次起争执的重头戏，剧组从傍晚时分就拉队到淡水海边拍摄。也由于在海边的戏场次很多，导演的要求也特别多，就这样一路拍到了凌晨五点才收工，也累坏了这群年轻演员。这样不好玩，不好玩。应该是还蛮好玩的，我觉得越到最后就有点慌了，应该有点不了解，还蛮好玩的。讲实话，是还不错啦，因为我其实像我们之前有拍戏啊，也没拍过这么晚过。那我觉得今天虽然已经拍到隔天凌晨啊，那我觉得大家聚在一起，我觉得还蛮开心的。就大家一起烤肉什么，尤其是那莎莎，真的是太爱烤肉了，我想这样子讲。人家都在睡觉，还一个人在那边烤。收工。我先正式宣布，小峰阿 Ken 三战两胜。想要知道他们两个人最后到底比了什么吗？就千万别错过《爱情合约》的话，阿凯跟小白，就加入你的游泳队。不过最重要的是，不管谁输了，都要向对方道歉。明白吗？